小朋友，格子里分别有几个苹果和几个梨呢？请你在对应的抽屉里贴上对应的数字吧。小朋友，桌子上的数量都放到盒子里，会不会是下面串串的样子呢？请你在对应的串串里画上勾吧。勾，这个表明，勾子，勾，或者叫对勾。要数，这小朋友，呱呱龙要在格子里放八个轮圈，你现在还剩几个呢？请你在格子里画出剩余的串串吧。小朋友，根据盒子上的数量标示，哪个盒子里分别装了几个鸡蛋呢？请贴一贴吧。捉甲虫，请你数一数每幅图中的小朋友各有几个人，把数字写在空格中，再把下面的昆虫图案剪下来贴在树上，使它们的数量比小朋友多一个，最后把相应的数字写在穿中吧。几只？五，怎样是这样？啊，再加上这个就五只了。那剪吧。妈妈，我能看得最清楚。哇，这里有只，这里有只小昆虫。这里还有没那么多地儿，随便贴吧你去。从每经过一棵树就会吃掉一个水果，请你数一数每棵树上水果的数量，沿着比水果数量少一的数字画出甲虫的路线吧。